我原本以为你们喜欢萌妹子，你们喜欢硬的哦。是这样哦。我都喜欢，男生就是该喜欢阳刚的东西。蛮有道理，蛮有道理。好，那我们有一点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再来送一点东西哈。真的是超级多，我们准备超级多奖品，然后我刚才一直偷听到最后加满，就说那不然再加一个什么好了，不然再加一个什么好了，所以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后的抽奖的加满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来送一点挂轴，我看一下有什么比较简单，我觉得里面比如说超级爆满。那不是讲过了吗？已经忘记了，没有人。我失礼，如果有看过怎么办？我没看过啦。我想成为之强者，你有看吗？哦，啊，只有我没看，抱歉抱歉，在这边跟大家致歉。那我可以问他吗？这个难吗？我不知道难不难，因为我没看，我不知道难不难。问一下，动画《我想成为影之强者》中主角所创的秘密结社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大家知道？知道了，在在在在。你们问什么都说自己有看，我问什么你们都不都是什么啊？不对吧？对一下答案是不是？对一下答案。好，那这个题目再说一次哦。动画《我想成为影之强者》中，主角所创的秘密结社叫什么名字？好，知道答案的朋友数到三，把手举起来喽，准备好喽，一二三。这种软弱无力的手，我怎么会想他？还真没呀。暗影，今天恭喜答对了。怎么样？你们刚才对答案对错？怎么这样？三个人一起对答案，出来的答案还是错的。怎么可能？你们三个人之后要不要加入一个人负责拿公公？还是查一下吧，朋友。好，那不然这个你们知道吗？我想成为影之强者中，整个暗影平原的武器都是由什么而做成的？这个有简单吗？我就看你们三个人对答案，到底对不对得出答案？有吗？是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来来来来，可以吗？知道吗？有答案朋友，数到三。好吧，把手举起来咯，准备好咯，一二三。红色衣服，橘色是什么色？是什么做成的？请对着我的麦克风。史莱姆。恭喜答对了！啊，还好这边我感觉到那个宅浓度逐渐在提高了，棒棒！赞赞赞！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。恐怕这部只有我没看，是不是？好看吗？是什么路线的？这部好看吗？萌哦，那我哦，龙霸天哦，那啊，跟龙傲的龙傲的车 ，OK。那今天出这部全部都是异世界穿越啊，我靠！那下面这个，这超难的，不可能吧？我等一下，我看有没有简单一点，走路难。在那边假装不认识这首歌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都很难啊？在地下城从寻求邂逅，是否搞错了什么 S4 中？大家有看吗？哦，有看到第四季耶，赞！春姬学会新的魔法叫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知道？不太对，都一个字。1A0B 九什么？突然想起来，可是我还没有数1、2、3，怎么办？你已经告诉他答案了，那大家就一起来比速度哦。你没有听到他说什么吗？好了，你比人家快，快还要更快。OK， 准备好了，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真的是挺快的。九重，恭喜答对了，让你们再帮我念一下，谢谢。很好，
就是这种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平常跟一些普通的朋友就说他好奇怪，在讲一些奇怪的话。可是没有，大家都懂你说什么，感觉很好。后面的朋友有兴趣也可以一起来舞台前面加入一起玩这样子。好，还有什么？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。S two 大家有看吗？你们就是，我看你们就是喜欢可爱的少女。那这一题知道吗？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。S two 中，莎莉以为弗雷德利卡为了对付他抓了什么类型的宠物？感到欣慰，知道哦，都知道哦。如果等下你是答案是错的，我会哭哦。不要让我哭。好好，来，也许有别人知道，我们还是问一下。知道答案没有？十二三把手举起来喽！一二三。你是真的知道？你知道？你知道？你不知道吧？你知道？真的？那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幺零四。跟我上面写的不太一样，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你也是幽灵系，因为我没有看 S 字，所以我不知道是。他写什么什么族？好，OK，好，那反正不是我出的，就是我们就对就对，那就算一个，就这样，耶、yeah! ！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哦最重要的。其实也不是你们有没有答对，或是看多少动画，重点是大家都要开心，好不好？重点是每个人都拿礼物回去，然后很爽。什么东西？你要挂走，你没有一题有举手，你这边跟我你要有挂走，你这样对吗，朋友？你好歹举手，让我给你个机会。你跟老天爷说我想中乐透，你都不去买，他怎么给你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好不好？至少好歹你举个手，给我个机会 ，OK？ 好，不要整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举手，你不举手上，就你了，学你，不可能吧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教练，我好想要挂走啊！好，那再问一个异世界美食家吗？异世界美食流浪之家，我就有看了，但是我觉得题目超难。问号，那，这题很简单。拥有超强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中，芬迪尔为什么要跟男主角签订契约呢？简单啊，简单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你真的挺快，好像也蛮简单。好，对观众朋友说，你好像动画角色，我恭喜答对。对，我也要吃男主角做的食物。整集就是一个大型的那个网络超市的宣传饭，好不好？如果还没有看的人，大家可以配饭吃，配白饭吃就觉得已经这部剧蛮好吃的这样。那再问一题，好，拥有超常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中，主角的技能叫什么？四个字，你都是吧，翻成中文。可以吧？连都是吧，翻成中文而已，简单吧？好，来喽！再来的朋友数到三哦，来啦，一、二、三。好了，给你打一下。等等，你不要、哦，那算了，我换人，拜拜。还给我尊重我，什么意思？网络超市，恭喜答对了，耶！还是跟大家预告一下，虽然现在看到那边奖品只有两个，但是等一下它就不是长这样，有各种不同的奖项，还有那种可以自己挑的啊，什么这种感觉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如果你忘记把摸彩券放进去摸彩箱的人，记得在最后的演出结束之前，记得赶快放进去。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买两张票增加中奖率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你们可以问问看，我可以买第二张门票让我再投一次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可以。你们可以问一下，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那个啊，蛮值回票价的。如果抽中的话，如果等一下票完售这样，里面人只有三。
三十个，但是跳300张完售这样。也不错啦，也不错啦啊、哦！欢迎大家，如果你有朋友还在外面还犹豫要不要入场的，我觉得买个希望也不错啊，哦，参考看看啦。好，下午呢，等一下呢还有几组啊？看一看，一组、两组、两组表演者啊，两组的表演者结束之后呢，等一下呢，最后就会来抽奖啦。基本上我们希望哈，我们带来的奖品都不要带回去了，全部都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带回去。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，看到你们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觉得很赞，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部分。